那接下来我们假如说要做一份月历，怎么做呢？例如说这是日，那我就开始输入文字喽。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那因为现在哦，因为像例如说这个月的月历的话，4月1号星期几？星期五。好，我就从这边开始输入一，想要快速跳到下一格，就直接输入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。您不觉得我打得还蛮快的吗？不是应该给一个掌声？